今天跟小姐姐点了杯雪场 KFC 的咖啡外送，不知道是否能安全地喝到咖啡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让我们再看一次。好厉害！可以可以可以。哎，我干嘛跑？哈哈哈！又摔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翻个身，对，对，好，等一下，别急，好，行，不要，就踩在我的脚上，板子就踩，嗯，喂，不，飞起来，就起来了，对，我靠，有嘞，好，好 ，OK， 给小丽，继续把这个滑完，好，因为零几岁，哇，好调皮哦，希望小姐姐能成功送达咖啡。看来还是摔了，必须再练练。撑不到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我就会拿这杯，就会把重心放在这边，然后你就会分心。没错，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衡感练习。好，最后来这个蛋黄喝一口。